你们觉得我会信吗？开车送外卖，你怎么不开火箭？美女，是真的，现在车上还有残余，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。是我的失误，奶茶多少钱我全额赔偿，多赔也是可以的。嗯，这都什么戏码了，霸道总裁爱上了我，不对，爱上了你。帅哥，这奶茶可不是钱的事，我每天下午2点半准时喝奶茶，你们现在看看几点了。要不我现在给您买，争取量。您家有奶和茶吗？怎么，你要现场给我做吗？未尝不可。不得不承认，男人下厨确实帅。您尝尝。2点29分，时间刚刚好。帅哥，手艺不错。不是我的手艺好，是您家中的原材料比较好。现在外面奶茶大多数都是勾兑，所以还是自己调制的比较健康。行吧，行吧，算你们过关了。太感谢您了，太感谢您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